高高个儿，一身青，金黄圆脸笑盈盈，天天向着太阳笑，结的果实数不清。这个是向日葵。我们邀请了30多位市民啊，让他们带着孩子来登高望远。那我们还在楼内设置了一些传统的游戏。高兴，因为很好玩。第一层那个丢箭，人家有控制力，老师还教我们怎么丢，怎样丢准，我还丢中了一只。我今天学到了很多中国的传统文化，学到了很多课本以外的知识。